你哪里都不能去，你是我目前唯一遇到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。哦不，哦不，我真的后悔为什么我要唱得这么好听。OK， 大消息，大消息，大消息！这次的消息呢是关于 Tricky 模组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吧。OK， 那现在看到的影片就是之后 Tricky 模组会更新的一个主菜单的界面跟里面选歌的一个界面。这次的更新真的不错，真的把很多的细节都加进去，还有原版的一些相关的东西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我越来越期待它正式版的那个样子了。那除了 Tricky 模组之外呢？那应该会有人想说，第八周有没有消息啊？目前是完全没有，好不好？目前是完全没有。但我这边可以推测有两首歌可能会是将来某一周 Friday Night Funkin 的歌，那我们来稍微听一下吧，这两首。那这两首歌里面呢，我又觉得第二首歌会偏向是 Friday Night Funkin 之后某一周的歌，原因是因为第二首歌里面呢有一些就是类似 BF 的一个 Yeah 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第二首歌是之后的某一周的机会蛮大的。那你们觉得会是哪一首呢？那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玩的模组吧， Let's go。OK， 那我们要玩的第一款模组呢，叫做 Friday Night Funkin Kitty Killjoy， 不是 Joy Kill， 是 Killjoy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这画面上这个有点像贞子哎，他眼睛怎么这么大，好恐怖哦！你不觉得吗？他好像只有两周嘛，好像都有东西哦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模组的背景好不好？在头部遭受重击后 ，BF 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粉红色房间里面醒来，这个房间是属于某个 BF 的超级大粉丝。又是恐怖粉丝，哇靠！但这个女粉丝是谁呢？还有她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？至少目前看来，她似乎是无害的。对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模组的一个故事提要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看下 tutorial 吧 ，Let's go。听说好像也有剧情啊，这边 Let's。哎、欸，哦，这边没有改哦。OK， 那我们回去吧。真的在一个粉红色的房间里面醒来。你终于醒来了，我还在担心我会不会把你打得太用力。哦，这就是故事刚才讲的头部遭受到重击之后吗？ Skip bop， 你在哪里？我的房间，傻瓜。Beep scoop boop， 我是谁？我当然是你的大粉丝啊。我绑架了，我邀请你来这里，因为我想要跟你一起唱歌。好。所以你说什么 ？BF， beep， 还有这是约会 ？No。Oh my god！ 你看后面的东西好恶哦，后面有 BF 的衣服，还有他的头发，旁边有写禁止 GF。哇靠！好恐怖哦，这家伙！后面房间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，你看那边有眼睛哎，这变态吧这个。连你的毛发都在收集了 ，Oh man！ 歌听起来是没有很难啦，那目前这个模组呢还是 demo 状态，所以它只有一首歌而已。虽然这按起来有点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有点难，有点难。Oh my god！ 我才几天没有玩而已，我就烂掉了。虽然歌还蛮轻松的啦，但如果我真的自己一个人来这个地方，我会怕死，你知道吗？
我真的不知道他下一秒钟会对我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很恐怖。那我唱完歌就可以走了吧 ？Oh my god， 有点难哦。对，就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模组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今天玩的第二个模组呢，一样是一个恐怖的女粉丝，应该说她就是男友的另外一个前女友，对 ，Nicole Freak 呀，她看起来是一个养动物的人呢，她那个金蛋糕上面有个猫爪，哦，这就是她的样子吗？为什么跟画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？而且她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交友软体里面的东西耶。OK，Nicole， 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来吧 ，Let's go。哎呦，我有点害怕。OK， 那我们来稍微跟各位提一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吧。这是发生在 BF 和 GF 初次见面前的几个月，在 Quinder 上混了几周之后，他决定要去和他配对到的对象约会，并在赴约前就多少已经知道他会让自己面临诡异的情况啊。所以在男友认识 GF 之前呢，他是用一些交友软体，然后去找一些约会的对象，所以这个也算是男友的一个前女友啦。嘿，不用拘束，让自己舒服一点，我只是在整理一些东西。为什么你跟上个模组人长得那么像，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。你来的时间比你先前说的还要早些，所以我还没整理好。还好吧，这里看起来蛮干净的啊。Blip boop。是的，我不是喜欢外出的那种人，我通常会在这里约会。没问题。Bop bop beep。感谢你的体谅。我知道从我跟你传的讯息看来，我这个人可能有点怪，但你得要懂我这个人的标准在哪里。如果你能在一首歌里面赢我，那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虽然这个条件真的是有点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拔，你真有信心，很好，让我见识你的能耐吧，帅哥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虽然很奇怪啦，但现在还蛮正常的。这是 BF 以前声音哦，好吧，好像差不多啦。哦，这个音乐好有家乡味哦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哎，还不错嘛，哦。Oh my god， 差点没按到。OK， 这个节奏有点像之前原游戏某一首歌。Oh no！ 哦不，没按到。what？ 为什么你要穿这样？然后你手上还拿了一把刀。我要赶快逃喽！你的声音很优美，每个音都很完美。爸爸，为什么 BF 变这样？应该傻眼了吧？你看，不用担心刀子啦，现在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既然你都通过了测试，我必须要确定我们对彼此的感情是互相的。我没办法就这样让你离开。Oh no no， 完蛋了，中计了。爸爸，别担心，会很有趣的。让我们再来一场吧。哦，不要不要，我怕你这个家伙。不要挥刀子，不要挥刀子，太危险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挥刀子。OK OK OK。你知道连 BF 都傻眼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要穿这样啊？我们现在没有要办什么 cosplay party 之类的呢。Oh my god。我突然后悔，我第一首歌为什么要唱那么好？应该直接唱烂，然后直接离开才对。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感觉也不太妙，你知道吗？
Oh my god， 你不要激动嘛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冷静冷静！我现在如果全部没按到，可不可以让我离开？哎、欸，他把窗户封起来了！我靠！Oh my god， 怎么会每次遇到这种人啊？遇到这个家伙真的是太恐怖了吧？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他是不是割开了什么东西啊？不不不不不，你哪里都不能去，你是我目前唯一遇到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。哦不，哦不，我真的后悔为什么我要唱得这么好听，我不能让我最好的候选人回家，你给我待在这里。我必须放他妈克离开这边，把那个原本的 FU 什么 K 的，然后改成了 Funk， 你知道吗？不如我们把这当成一场游戏怎么样？如果你能安然通过这个难关，我就给你10秒钟的时间逃跑。Oh no， 就10秒，但10秒应该很够了啦。让我们开始吧，甜心。不不不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拜托让我离开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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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完蛋，我暂停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OK， 我刚才遇到了一点事，所以我离开了一下。我回来了 ，OK。Oh my god， 他连那个旁边的门都封起来了，怕爆哎！是厕所吗？后面有洗手台。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，我真的怕爆。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，最恐怖的是他手上那一把刀子。然后这里面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挡他的刀子啊，真是超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加油加油，男友，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歌一样不错听，歌真的不错。我终于为什么懂你之前的男友没有人敢做到这种程度了。Oh man， 有点难，有点难。Oh my god， 怎么这一边？怎么这一边？Oh yes, oh yes. Let's go, let's go. 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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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首歌比我想的还要久、哦。欸、可以放我走了没？我已经通过了，我有十秒钟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就今天都没看到 GF， 感觉真的超不自然的。我就今天都没看到 GF， 感觉真的超不自然的。那 Free Play 里面这里还有一个 Level Sweep 这个奇怪的人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3, 2, 1, go。这个是怎样？他那边有一些食物，然后那边有个像猫食的东西。然后这地方感觉有点乱，看来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，我猜啦，我不知道。那为什么他流口水？他是看到男友在流口水还怎样？歌一样不错听，歌真的都不错，我觉得这个模组的歌都还不错啊，只是他的设定真的有点恐怖。这个有可能是男友另外找到了一个约会对象，我猜。
杯。OK OK， 有点快，有点快，可以可以，但人有点不太行，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两个的故事背景是怎么样啦、啊。还有一首歌好像是关于一只猫，太奇怪了吧？啊 ？What？ 这只猫是什么来头？What？ 这应该也是男友另外一个约会对象吗？哎呀，今天整天都没看到 GF， 真的是有点不太自然呢，好烦哦。哦，厉害嘛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吼！我发现我是哎，没有镜像，没有镜像。OK， 这个模组呢，我觉得整体来说歌是不错听的，它的故事背景设定也蛮诡异，就是一个想要留住男友，然后不择手段的一个家伙。但这家伙跟 Sky 比起来呢，我自己觉得算是普通而已啦。Sky 那家伙比较恐怖啊，他还会变身，他还把女友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太扯了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Friday Night Funkin 啦。那如果喜欢，记得下面帮我 like 还有订阅吧。那你也可以在下面推荐你想要让我玩的一个模组。那我之后如果有时间，我都会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玩一下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哦 ，Peace out。